这两个是 PS5 手柄的收纳包，右侧是柯基版，左侧是小恶魔版。它这个小细节做得很到位，这个拉链是 YKK 的，这还可以放点东西。可以放 PS5 手柄，也可以放 PS4 手柄，和红手柄配起来毫无违和感，很漂亮。收纳包的品牌叫吉祥，英文是 GeekShare， 还有一个挂绳。这个三个标签纸我只看得懂这一张 YKK，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，有一点点味道，估计放几天就好了，是外面这个皮革的味道。这个上面的内胆，这个布很柔软，和柯基版的不太一样。柯基版是这样的，有一个粘扣，它这个没有张扣，是两层的。它的壳还是很结实的。如果你的 PS5 手柄不怎么用，可以弄一个收纳包把它给保护起来，这样可以防尘，或者外出携带也是有必要的。如果对这两款 PS5、PS4 手柄收纳包感兴趣，可以进入我主页的橱窗看一下。